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跟他干啥呢？不睡觉，睡觉了，又干啥呢？啊，又想吃香肠啊？你俩有那么特殊话呢？啊，不给吃，还生气了，生气更不给吃了。啊，跳舞啊！哎呦天，跳舞啊！啊，求妈妈想吃啊！那行吧，吃点完就睡觉啊！啊，好吃吃啊，给吃啊！家人们啊，小香肠14.9一大包，950克，60根啊，鸡肉味和牛肉味的两种口味，宝宝可爱吃了啊！猫也能吃，狗也能吃啊！1个半月以上的毛孩子都可以吃，软软乎乎的啊！这边睡觉啊，养成习惯了，看见没？天天晚上吃点夜宵，不吃不干。